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Once again, the inner cycle is gathering. Is 面具会议吗？哦，干，真的是面具会议，干，干开场就好毛哦。since 的最后的编剧家旅行到这个岛，迷雾跟青蛙，不是青蛙，霍格，迷雾。现在没有眼睛的面具，他选择了新的 barrier。这个角，干，为什么没有中文字幕 ？And 然后不翻了，看不懂啊，太快了。因为这一段只是串场，所以他没有提供汉化。I'm a sensor being, guarding the door of Mr. Magna Privately Light, and stand by it, watch unnoticed. Running it home. 哦，嘴巴大大。哦，中间那个是没有眼睛的面具吗？啊、哦，我要点了，我要扮演没面具的吗？哎，真的，我是没有面具的人，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这里太可怕了。哎，感谢追随，感谢追随，有没有看到马粪在咬啊？好啦，我们去找兔子。啊呼！燃烧了火把，四个 Whisper of Fog Shell 什么啊哥，我要放在这四个点。不要，我要烧你们，给我烧烧，给我烧烧。嘴巴打开，吃，吃，吃我的火把，吃吃。那你兔子，你要不要吃吃我的火把？吃。轰！巴黎妹妹轰 ！The fire of dawn， 我火焰书，这火焰怎么那么黑？火焰苏醒了，火焰又苏醒了，烟越来越多嘞！干，这是不是自杀团体啊？集体烧炭自杀，现在是不是要集体烧炭自杀？啊啊啊！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了，我觉得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了。啊！编剧家要站在中间，哎，所以。难怪会有五个人，因为我一直想说，原本不是说四个见证者吗？可是当初主角他们那一群人有五个，所以是四个见证者跟一个编剧家，这样五个就凑齐了。我觉得烟越来越多了，可是兔子是谁就不知道了。烟雾弥漫，然后他的眼睛打开了，干，一定有大图出现。他们来了，来了。新的角色、哦，我没看到。哎、欸，我要动，是不是相扑场啊？哦，我要躲起来吗？还是 哦，我要把东西封起来，感觉好像僵尸片哦。我先把这个窗户封起来。没有人能防范未来，未来
真的，真的是封起来。那些幻象和尖叫，仅仅只是一个警告。而现在一切都太迟了。玩这个不能做功课啊！你这做功课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哎、欸，没有说话，他们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标题来啦，哈哈，标题。我 Wiki 大概只看我玩过的章节啦。滴滴滴滴，我觉得这一集画质是变得比较好。你说 Season 的大标题哦，我倒是没有看呢。那这一集的大标题是什么？还是有乌鸦啊？你看乌鸦在这里。原来是 CSO 啊，我还以为是最后一扇门呢。黑妈妈，昨晚我又做了噩梦，但是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她开口向我说话了。这是心理医生的吧？那个上一季的主角的心理医生，现在在追寻着主角的踪迹。和往常一样，我来到一条不知名的街道，没有半个人和一点声音。我漫无目的的走着，好像迷路似的。因为你没有给我什么目的啊，你就叫我这样走啊，我当然只能漫无目的的走着。经过了一个水洼，接着我听见有人在潮湿的鹅卵石上拖着步伐，这个熟悉的声音是逐渐向我靠近的瘸腿的脚步声。干，根本僵尸了啊，僵尸了吧。我知道啊，阿草这我知道啊，所以我一直说他是那个啊，主角的心理医生啊。瘸腿步伐，这根本是僵尸片了吧。哦，谁？哦，是哦，拿着拐杖。然而，一如往常，他站在我的面前，愤切地看着我，好像期待着什么。这一次，他说话了，只把他拿走的还给我。只有这样，把他拿走的还给我，把他拿走的珍藏还给我。我醒来了，维卡。不，我又睡着了。现在几点了？里面没有时钟，你拿出你的手机看一下。黎明时分，该出发了。我靠，看外面呢。是吗？不然用个法文，看不懂剧情我更怕吧。伊比安安啊，卡萨卡萨苏安安啊，view。我很确定亚历山大就是我找到我的病人兼朋友杰瑞米达维特的关键。达维特在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下消失了，他为他朋友的死亡所困扰，因此造访他孩童时期的修道院，不是那个技术学院吧。卡夫曼很快的便向我表达他深切的关怀，并警告我应该尽可能谨慎地着手进行调查，而他则继续做他的研究，尽管他的思绪和他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个秘密。然后他卡夫曼在最新的一封来信要求我造访一位位于伦敦东丘精神疗养院，有许多理由让我相信
亚历山大曾在那里度过好几年，我被去要求去确认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哦，简中的是中文哦，没关系啊，反正名字知道就好了。又吸提到电源开关了，没关系啊，反正我也重来好久了。伦敦，这是什么？哦、这是地图哦，干，我还以为是树叶嘞。这东西是地图啊、哦，变成开放世界了是不是？现在这个游戏变开放世界了。冬秋，剧作家。所以这里就是冬秋精神疗养院，希望我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亚历山大的讯息。好，坐车回家。哎、欸，可以哎，干，变开放世界哦，真的假的？太丢了吧！一米哥说追雪的图案有点小，好，我调大。这一代听到我的心声呢，我在第一季之中一直想要一进来就回家，想要这一代听到我的心声的，我可以马上回家。可是我没有家可以点，我还是只能在冬秋。但这一季多太多了吧？冬秋精神疗养院。我大四的时候啊，在那个疗养院实习，在嘉南吧，台南的嘉南疗养院。好，那时候过痛不欲生，每天大概12点睡，3点就要起来，累死我了。早安，我想买一份报纸。好的，先生，一共是6便士。伙伴，我身上没有6便士，请你给我你的报纸，还是你要吃6下拳头？很抱歉，我不能这么做，先生。不过我会在这里等到你足够的钱，你会知道我在哪里的。不要给我拳头。能告诉我有关这件建筑物的事吗？这间疯人院。我从来没进去过里面，也完全不想进去。里面全都是疯子，你知道。你在这里有看到什么怪异的景象吗？不行，但如果你买份报纸的话。干，他真的要我买报纸诶，可是我没有钱啊。马夫可不可以给我钱啊？马夫，借我点钱。马夫不理我。马上回家，然后就不出门。对啊，我好想这么做。这一季应该没那么恐怖了吧？感觉亮亮的。你还要冷呢，看报纸呢，悠悠闲闲的。早安。是的，一个美好的早晨，阳光是个十分迷人的角色。请问你刚刚说什么？光芒，它使一切焕然不同了。你看，光芒碰触了事物，浸透它们，并改变它们的本质。光芒使他们闪耀或者死亡。你住在这里吗？是的，的确，我的家人是冬秋医院慷慨的捐赠者，他们帮我安置在这里，但我不怪他们，他们只是没办法欣赏我的作品或者任何作品，仅此而已。他们误会了这是一种疾病。所以哦，他是里面的病人哦。这家疗养院这么 open 哦，门是开着的呢。你在画些什么？我不只是在作画，我的朋友，我正尝试感受光芒，将它的力量转化在这张纸上。但那些禽兽可不这么想，他们不希望我成功，所以将我的作品通通拿走。他们拿起我的画，研究他们，并且嘲笑他们。因什么？他们是谁？那些把你的画拿走的人是谁？呵呵呵呵呵，是愚蠢的看护员们。他们躲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后面，以为自己很安全，然后看着我，观察我。他们甚至还做了笔记。等一下哦，啊，你知道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人吗？
我传，我传个讯息哈。我是 Wake 先生医生，我正在寻找一个不久前正在这里的人，请问你知道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吗？我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我才刚来这里不久，你应该问问其他病人，也许他们可以帮助你。有些人已经在这里待很久了，或许你可以问那些把我关起来的畜生。你的画放在哪里？我猜他们放在医院档案库的某个地方，我曾经看过没收的物品被放在那里。你似乎有点与众不同，我能相信你吗？我已经试着溜进去好几天了，但是 Reese Weir 小姐看守得很严谨，我甚至从看守员那边偷到一把钥匙，但是我还没有机会打开它。哎，钥匙给我了。监禁室，这也是感觉是个恐怖的监禁室。啊，不能开，那边没路了。这边就，哎，等下桌上是什么？刚没看到这个。长凳上有一些厚纸板，每一张上面有墨印的完美的对称图案。请不要碰它们，请不要碰它们，请不要碰它们。好，我们要进入大门喽，拿到一把钥匙，那我们就进去吧。Go go！早安，女士，我是魏克医生，一位心理医生。哦，我的天，早安！原谅我刚刚的用词，我只是很高兴有访客来我们这里。最近很少人来拜访，当然也很缺乏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你说缺乏专业人士是什么意思？我们每年从政府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一开始医生们逐渐离开，接着看护员也一个个走了，现在只剩下一些人还留在这里，但我们对这些可怜的病人有责任义务，不是吗？我们一定得照顾他们。我在找一个几年前住在这里的病人，他叫亚历山大，也许你曾看过他们。亚历山大，是的，曾经有个外国病人住在这里，我记得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一个博学的人，但是他身上有一点奇怪的气氛。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是的，很久了，我几乎忘记有几年。在这个时间过得很慢，非常的孤单，而且有规定我们不能离开这里。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了，但我们有义务在身，不是吗？难道还会有人来照顾我们的话吗？哎，所以他说不能离开这里，但是不是有一堆人走了吗？我能要求进入你们的档案室吗？里面应该会有关我正在找的那个人的一些资讯，也就是迪乌先生。我很抱歉，医生，但那些档案是有隐私的，我们无法在没有特殊权限的情况下让任何人进去。很多病人来自很好的家庭，而且我们非常注重他们的个人隐私。但也别太失望，里面没有多少可用的讯息。没了。一个书架，上面的书既不是关于精神治疗法，也不是医药科学，而是一系列给病人阅读的旧小说。所以亚历山大曾经是精神病患哦。哦，这就是严谨的护士啊，卡着门的这个。一幅圣迪福纳的油画，精神科医师的守护神，也是遭受精神疾病及乱伦之苦的受害者的庇护者。怎么用老舍啊？后面看不懂，他卡了好多字哦。等我一下哈，我
这里肯定就是休憩区了，病人们放松和消磨时光的地方。也许我可以找到曾经在这里看过亚历山大的人，他有些有卡奥字，有些又没有卡奥字。我无法描述这肖像画的是谁。这幅画被严重的损害，似乎是有人刻意把它摔在地上。海吉尔的大理石半身像，她是掌管身心健康的希腊女神。这座半身石像无声无息地陪伴着人们。这一区好明亮哦，有点开心。麻烦放在聊天室下面黑黑的地方。你是说一直留着的那一种吗？不要停的那一种吗？一幅油画，这看起来穿着好帅哦。这是军服啊，旧时期的军服，思密达。哎，真的哎，一个穿着一套旧军装的人，出神的沉思着。打扰了先生，我注意到你身上穿的制服，你在 cosplay 吗？请让我进去，你不会想和我一样的懦夫说话。先生，请让我进去，我只是一个 coser。 这件温暖的装饰品暗示着敏感的病人需要在精神上的需要。为什么？这温暖装饰品是什么？看不出来。各式各样过时的景点描绘出被开垦过的大自然，欢迎着民众前来参观。给我个句点好，逗点好不好？这句话超长的，一次念一口气念出来真的超卡的。我看我再念一次。各式各样过时的景点描绘出被开垦过的大自然，欢迎着民众前往参观。好难念哦，别问我庆庆是谁。我看看，先生。哦，没有啊，他说让我静一静。非常奇怪的是，只有这扇窗户上的帘子被放了下来，使这房子的角落铺上一层斑驳的影子。你好。早安女士，我叫做维克，我正在找一位曾经住在这里的病人。低吼声。他好像没注意到我。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我正在找一位之前住在这间医院的病人。不是，没有叫了，失神的眼神。我正在找一名叫做亚历山大。生气了，他生气了，他敲桌了，干！柯文哲出来了，你是柯文哲是不是？死命派！听见亚历山大先生的名字后，他的反应异常强烈，至少可以确定他们曾经见过面。我要怎么让他继续跟我说话？我问阿基是不是那个啊？阿基，你说追水啊，还是说就固定一个马粪在下面咬？Kohi 小姐 Kohi 小姐现在非常烦躁，请不要再打扰她了。早安，我是维克医生，一位心理医生，这里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疗养院，可以请你协助我吗？我在找一位之前住在这里的病人，他的名字就是亚历山大。很抱歉先生，我没有听过这个人。也许我可以请教其他比较资深的员工。这个嘛，你可以问问 Rishwell 小姐，她在大厅那边，她已经在这里工作好几年了，也许更久。你知道身为照护员，我们必须跟病人在一起，不能随意踏出这间精神病院一步。我们也必须适当的照顾自己，否则不知道干嘛。这个地方很大，但是我住到这里的病人并不多。因为我们的预算不足，
我们只做出一些比较关键道具的人，其他都没有做。亚历山大跟他有隐藏性关系。嗯，除了在隔离病房的人以外，这里现在确实没有太多病人，但照护人员更少，整栋医院只有三个人。我听说以前这里的收入还足以支付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完善的医疗团队，给病人和顶尖的医生们充足的房间，充足的特殊服务啊。这个病人怎么了？你是指康和小姐吗？她在这里很久了，甚至比我还久。她患有某种焦虑症，但医生早已放弃追踪病情原因了。她似乎也很迷恋一些特定的事物，例如古文化。古文化，所以这边才有那个过时的景点。是他要看的吧？好，继续往前。不要应征啦，你没有看到说他已经没有经费了，我去那边也没有钱拿。你说放一个马粪吗？可是这样就有好多马粪在那边晃了嘞。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哎，有人呢？这里有个金属片保持窗户的开启。哦，这是镜子哦。我想说，怎么有人呢 ？Angela 安安啊，好像是诊疗日记。Edward 严重的精神分裂。Roe 自从上一次开会之后， Roe 先生的情况变成更衰退了，他非常的不安定，吗啡对他来说似乎起不了作用。从上个礼拜他就执着在莫名其妙的理由上，并感到十分困扰。Roe 先生，时间是什么时候？1891年，是最近呢。我记得现在这一年就是1891年了。11月17日，病人的用药量增加一倍，但效果不彰。11月17日，现在又变9月了。9月29日 ,Widow 医生遭受攻击，脸部被咬伤了。四名男子出手才制服了病患 ,Roe 先生。我们在诊查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三个印记，可能是自残的行为所致。现在第二季是不是变阴尸路啦？10月3号 ,Roe 先生的状况一天比一天更好，生理和心理都是，他的行为改变了很多。他现在对于宗教很有兴趣，并且经常花时间独自念祈文。虽然我看我的同事都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你看第一年第一个是9月25号 ,1891 年。再是11月17号 ,1891 年。后来又变成9月29号了。10月3号。925, 929, 13。我觉得是不是打错了。11月17。感觉是接在后面没错啊，所以应该是日期打错了吧。玻璃瓶里面装有透明的液体，也就是水，也许是水，也许不是。它的底部有一枚硬币，干，这是不是六便士啊？
我有钱可以买报纸嘞。好可怜哦，身为一个心理医生，还要这样子偷人家的钱来买报纸。快走，快点去买报纸哦。就让那个小孩还在。可是场景，精神病院就只有三格而已，好少。我有钱了，一份报纸，谢谢。好吧，你知道每天晚上都有声音从这里传出来，哭声、歌声，还有一些像是在诅咒别人的谩骂声，这是正常现象。不过有个夜晚不太一样，那晚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真的，整条街没有任何声音。整条街没有任何声音，我看一下报纸。上面画着插图。第一则则是关于一件惨案，苏格兰警方对土耳其大使的死亡能保持着沉默。上周六他被发现在非比寻常的情况下死亡。我们的消息来源怀疑他是被谋杀的。第二则，在圣艾夫斯发现了海怪。来自深海海蛇的尸体昨天凌晨在海滩上被发现。人们怀疑它来自于位在西班牙海边。然后这里又有一幅插画，为一出名叫《爱的笔触》的歌剧做宣传。再见。那我可以去其他地方了吗？我可以去找海怪尸体吗？不行欸，我还是只有冬秋可以做。插画，是不是要给他 coser 啊？我还先想办法进那个诊疗间。他说整个医院剩三个员工，所以我现在遇到两个了。你还不要看报纸啊？你不要看报纸。感觉把网页往下拉，刚好有字幕跟 DJ 麻烦。看，还是要看一下画面啊。不要报纸欸。哎呦，修女要报纸。真的吗？诚心的感谢你，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那副歌剧的剧情也是，先生，这是我们设计的爱心笔。哦，修女说她没办法出去了解天下事，所以我们要买一份报纸给她看。啊，她有看报纸了，所以我可以偷偷去后门喽。哎，真的哎，是用这个方式转移注意哦。这是医院档案库，每一位病患的资料都记录在这里。如果亚历山大真的被送到东丘来，他的档案应该在这里的某一处。这张桌子已经很久没被使用了，上面堆满废纸、一些笔跟一层明显的灰尘。可是刚刚在画面外面那个画家，他才说他最近才过来。回忆的。如果丢，这些抽屉全被锁住了，我有钥匙啊！这不是万能 key。这个柜子里放着许多证明文件，详叙着对于病人的治疗方法，而从20年前到去年都有记录。这个柜子都是1870年之前，这个啊，不就这个吗？他的档案在这里，亚历山大先生。108A 房，记一下。没收物品，感觉有东西可以拿。锁住了，我需要一把钥匙，万能钥匙，干真的是万能钥匙欸。一些私人物品，大概是患者的家人送来的，然而看护员视为不安全的东西，其中有一叠厚厚的纸堆，被随意的绑在一起。捆绑住一颗骚软的心所创作出来的物品。娜娜，
哦，这是那个要的。好，闪人，都拿好了。不对，亚历山大先生的东西咧？答案里的资料都消失了，好像被人撕走，只剩下一张纸，写着保罗街26号。莫非这就是亚历山大被送往医院之前的住所吗？保罗街，我应该跟着这条新线索去，说明他会带我到有用的地方。哎，开了，开了新地点。这片叶子变成像张开眼的蛤蟆了。亚历山大就是右下那位，超刚好，知名 DJ。哎，给你的画，哎，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画长什么样子，看起来还正常啊，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算了，先给你。伟大的奇迹，他们回来了。有一天他们会像我一样明白那些光和影。谢谢你，我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拿走这些纸板吧，多亏了你，我再也不需要他们了。感觉是什么罗夏，哎，是罗夏实验的东西哎，哎，是罗夏实验哎，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有机物品，根本就是昆虫的样子。我会说这是一张脸。你要做啊？没想到这里也会遇到罗夏实验。你要做实验吗？有谁要做实验的吗？身为一个复健师，我对这个也略有研究哦，我这个东西也略懂哦。你要不要做实验啊？没人要做实验，好吧，我走。我走。哎，尿尿小童，你要不要做实验？你也不要。保罗街。刚刚是说保罗街几号？刚才又变晚上了啦。这是24号，我要找的是26号。这是下一间哦。门被封住了。窗户被封住了。我们要绕后面。啊对哦，要开台做楼下实验站。一间毁坏的旧教堂，明显是被大火摧残过。有时候再来吧。那边红红的，一堆蜡烛，乌鸦哎，啊啊！干，我还以为他要啄我的脸。一座临时搭建的圣坛，上面布满了蜡烛。这是什么？哎，这是人哦，这有个人哦，有个人跪在地上祈祷，他的脸被帽兜遮住了，打开一看，又是一个面具。很抱歉打扰你了，不过你知道为什么隔壁的房子的门会被砖砌起来吗？不好意思 ，Excuse me，Excuse me。他不理我哎、欸，我拿到蜡烛了，又是蜡烛，又是灯，哎、欸，有个洞哎、欸，这个洞似乎能通往隔壁的建筑，又是阿基，哎、欸，我有蜡烛了，我有蜡烛，我超神，蜡烛蜡烛。啦啦啦啦啦啦！猪有一个洞，进洞喽。西餐呐、啊，这一定是我在街上看到那栋建筑物的室内，门口被封住的那一栋，亚历山大先生的故居。我无法描述这肖像画的人是谁。这幅画被严重的损害，似乎是有人刻意把它摔在地上。六个。这扇门被砖头堵住了，感觉又是那种水泥消波块。灰烬里有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一片碎纸，上面写着东西。
就一边被轻微的烧到，有几个字母消失了，但是我还是看不懂它是什么。一枚勋章，上面有女王陛下的浮雕，还刻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战役名字。所以亚历山大之前是那个、哦，哎，勋章是那个 coser 的吗 ？coser 要的，一个穿着高中制服的男子，他的一只手不见了。米莉，米莉，这是不是那个啊？那时候他们写信不是都会最后文末都会加注一段话吗？是不是那一段话？书架上留存的一些书，绝大多是充满疑论的化学和炼金术的论文选集，包括《贤者之石》、对真理的探索，还有一个哲学家大会跟蠕虫之谜。变成刚烈的世界嘞，一个保险箱，希望四个数字来开启。我怎么知道是哪四个数字？那边写的，哪里有数字？贤者之石，这也没有有关数字的东西啊。我来看啊，这有办法找出数字来吗？五、六、六、一、一、一。一一，六一一，应该不是这个吧？应该不是罗马数字吧？都不太起来啊！我有看到六跟五啊，然后中间一大堆一啊，就四个数字而已啊。我也是想说，是流马数字，不过应该不是。所以是六二五二，应该不是这个啦。我们先去其他地方找线索，这地方应该没线索了。我们先去找其他人问事情。那个神秘人不知道还在不在？还在。一直不理我。算了，你不理我，我也不要理你。大家都不要理呀，不跟你好了，都不要好。越来越晚咯，吓死人咯。666不能转啊，那一定要转到数字啊。给你勋章，这枚勋章我也有一枚一模一样，那是在打完莱恩三峡之役和马尤巴山之役1881年，十几年前的事了。表扬战场上杰出的行动，上面这样写着，多么可笑啊。所以你以前是个军人，我说的没错吧？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维克医生，威尔中士，女王地下的第六轻步兵。你是他们派遣来的另外一位精神病专家吗？你们医生难道不明白弱弱是无法被医治的吗？他们为什么不让你离开？医生说我罹患了精神错乱的病症，
我相信当他们这样说，就表示他们也不知道该拿我如何是好。但我很清楚我罹患的是什么病，那就是纯粹的懦弱。我在找一位之前在这医院当过的病人，你看过他吗？他叫做杨立山大。是的，我的确知道这个人，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他在我来之前就住在这里了。你知道关于他的什么事吗？他是一位举止合宜的年轻小伙子，教养良好，他们非常关切其他病人的故事，却从不谈论自己的。我们聊了很多，他跟康赫小姐也很亲近。我想他们是同时来到这里，但他离开的时候，他非常孤独。这是康赫小姐，她是这里的一位病人，脾气暴躁的女士。你也许已经看过她了。自从亚历山大先生离开之后，她就变成一个人似的。你知道，她总是坐在一旁，孤单沉默。我想你很难跟她说上话，即使你努力尝试。她看着东西，至少她认为自己是这么做的。刘先生都跟你聊了什么？我们聊到了我在非洲南部度过的那些时光，我并不想谈论那些，但不知道怎么了，他让我想说出来，他很有说服力。他对我在那边的其中一个故事特别感兴趣，几乎是着迷其中了，他想知道每个部分的所有细节。可以请你告诉我那个故事的内容吗？我正试着寻找我一位失踪的病人，这可能是找到他唯一的希望。我实在不想揭开那些回忆，一个失踪的病人是吗？好吧，也许我的故事能有所帮助。那是发生在马尤巴山之役的事情。我相信你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是1881年3月。这个汉话很爱断在底。霍尔军队的攻击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队伍被迫分散开来。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有几个人在贫瘠的平原上走丢了。啊，我不想让你感到枯燥。不，先生一点都不会，请你继续。回忆嘞，回忆模式嘞。就像我说的，我们的人数很少，而敌人埋伏在那边，在黄昏寒冷的空气中，浓雾很快的变升起，掩盖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很难看到彼此的身影。哎，又有浓雾了。这里又起雾了，说他是不是对这段起雾感兴趣啊？没得点。没得点。我只能等咯。哎，有，我看我后面有一个人，这里有一个步兵，在雾后面，有，我在走了，也太浓了吧，只看得到影子。接着，其他人渐渐消失在越来越浓的雾里。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但一会儿之后就消失了。我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这场浓雾吓到我了。那为什么不快消失的时候就赶快叫一叫？我觉得有东西在前方不远处，一阵低语或拍动的声音，那是活的，他在等待着什么。我无法克制自己向前走去。哦，有东西了。哎，是尸体。突然，我的脚好像踩到了什么，是一具尸体。原来我的伙伴都在那边丧命了，只有 Skid 的上尉仍然下落不明。尸体好扁哦，我还以为是衣服嘞。丢，其实这是防疫影片，太丢啦！滑鼠不见了，里面有东西。不久雾便散开了。干，
画面切回来干嘛？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想切近，我完全无法确定，我看不见任何东西，或者其实我看见，但是我的头脑拒绝回想那些记忆。Skid 的三位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终于再次醒来时，那种感觉好像是一个陌生人用他的眼睛在看着我。我想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那都影响了他，改变了他。我知道他回到伦敦。亚历山大先生向我询问他的行踪，也许是想联络上他听完整的故事，他非常在意这个事情。你知道在哪里找 Skid 的上尉吗？我最后一次从退伍军人那里听到，他在酗酒鸦片和损友中迷失了自己。这个翻得好强硬哦。他在酗酒鸦片和损友中迷失了自己。这样恶性循环主导了他，和许多人一样变得可悲至极。有个肮脏的小地方在。为什么字要那么长？圣吉尔斯洛克里街的最里面。诶，是贫民窟呢。我们要回到贫民窟了哦。你看，这是我们的部队，而他们在那，而他在那里。哪一个啊？谁知道哪一个是他啊？我们要回到贫民窟了。给你看照片，给你看信。好，不要，都不要，都买。卖卖卖卖！报告，隔壁在吸毒。哎，是说真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睡在我隔壁床的是一个快要退伍的学长，然后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不知道干嘛，他好像看到我注意他了，他就跟我说。哎，学弟啊，要不要来一点啊？好，我就问他那是什么，他就跟我说他是，我忘记是什么了，我不知道是海洛因还是安非他命，应该是海洛因了，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毒品。他就在那边问我要不要吸毒，哇，我当然说不要，吓死我了。好，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些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我们去贫民窟找那个老兵。哎，不太像哎。这里是圣吉尔斯的贫民窟，红之草应该在这附近。我对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印象。哎，这是不是那个他梦里的那个地方？哎，哦，好像是 K 烟，不是 K 烟啊 ，K 烟味道会太重啊。K 烟味道不是会很重吗？他在吸面粉。多塔安啊，小卡安啊，记忆中不是有来过这个地方吗？好，前面有个带拐杖的人走过来。哎，真的耶，真的走过来耶。你好，你骗得出你的什么东西？这个人看起来很像出现在我噩梦的那个男人，他的一只眼睛瞎了，空洞的眼窝在路灯下反光闪烁。他似乎跟我想要跟我拿什么东西，在梦里他跟我说，干说什么啦，我不知道啦，卡片啦，给你卡片，你不要卡片，给你纸，照片吗？哎，你要照片哦，把他拿走的还给我。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照片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想这张照片应该不是他的。把他拿走的还给我，就像他在我噩梦中里说的。该不会是那个吧？但我是把信烧掉。哎，字出来了，5145啦，5145，用烧的啦。我刚刚用烙纸烧一下，其他字出来了。5145，
啊，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徽章？啊，6145记错了。我在想，那个勋章啊，应该不是那个谁，应该不是亚历山大的，他应该是不知道去哪里偷过来的。他是要跟我要那个勋章。我知道六啦，我只是念错而已啦。OK 的，6145，我觉得开了这个保险柜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东西出现哦。6145。要转，什么表情？怎么有表情符号出现了？有一、四、五，开了，开了。干，为什么传过来了？等一下，怎么这样？不能按呢？卡住了，重读一次看看。传送装置，可是刚刚卡住了，什么都不能点。里面是空的，等等，这不是一个保险柜，而是一个通道入口，另外一面完全就是一片黑暗。唯一知道那里面有什么方法，就是爬进去看一看。是魔衣橱，是纳尼亚，我要进去纳尼亚了 ，Let's go！ 干，为什么觉得这种东西会想要爬进去看一看呢、啊？那是什么东西啊？围成一圈的四张椅子，这个长生所似乎被用来当作某种会议的场地。潦草而且不谨慎的数学公式，有些符号我从来没看过，原来只是后面有个洞。这是什么机器啊？哦，干！哦，一台用木材、钢铁、玻璃做成的奇怪机器。干，机车哎、欸！干，有个人坐在那里。脸上戴着一副可怕的面具，身穿一袭黄色的长袍。皇上，皇上，你在这里啊！皇上，皇上驾崩了！皇上，干，我要掀他面具呢！哎呦，我掀他面具哦！好了，我要掀喽！龙龙安呐、啊，干没？哦，没有头，只是一件黄袍子，里面根本没有身体。这代表什么含义呢？我拿到面具了。哎、啊欸，蜡烛，怎么了？笑屁笑哦！同阿小啊！干戴你的面具、啊，哇，戴面具，哎、欸，你看我的头还会飞起来，我也有面具，怕谁？你看我，你的头会这样子吗？我亮你的头不会这样子，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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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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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马粪组一个 rock 乐团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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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基啊，你又有一个新的 GIF 可以做了，噔噔噔噔，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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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转圈，转圈，你会不会转圈呢？哎，脖子伸长，头飞走喽。
快走！但我觉得后面还有那个，我爬过去是不是还有人呢、啊？好，我爬出去了。我拿这面具要冲他小，但我觉得这边也会有人。他为什么要冲在我旁边笑呢？这个人不见了、欸，他也不说话，就在旁边一直笑。找那个图当我鼠标图案，才不要！刚刚那个会动的仪器不见了。失去了还给他，是面具吗？好，给你面具。手机好当，你要的是这个吗？把他拿走的还给我，不是面具。双人组合，马芬负责刷那个刷盘，我负责摇头就好。啊，我是不是要找那个人一趟啊？我感觉有些东西没有用完呢，我是不是要给他个什么东西，墨迹测试之类的？哦，看，冲啊小，冲啊小，走开，走开，不要掐我！去隔离房好好待着吧，女士，我们走。他当猪猪这样的脸。那张居住者的脸，我不要当人啦！居住家里，你看，哦，这就是那个居住家里。然后来我把他赶跑了，再去看看。追，你还在那边看报纸。这一定是洗面具，大家都抢着要。哎，门开了，趁现在进去。也太黑了吧，你们就不开灯吗？102A。哎呦，有人呢，这也太杂草丛生了吧。你好，我的名字是维克。蝴蝶不是它表面看起来的样子，抱歉，但是哪来的蝴蝶？金龟子背后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它们看起来是资本，但是其实不只是如此。是这个吗？你是说这只蝴蝶吗？它展现了它美丽的色彩，使你的眼神充满对它的敬畏。但是这只是一场作秀而已。在帷幕的后面，它的身体爬行于阴影中，藏于黑暗，并且转换成他另外一个谎言。他黑黑的身躯在盲目的运动中吱嘎地沙沙地作响，缓慢地一步接着一步，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苍蝇，感觉是观众。哎，诺内安啊，他会到来的，不论你做了什么，他会大声地哭泣，同时在每个地方注视着。干，又被这面具吓到。他的面具。我住在别间，伙伴经常在晚上里大叫，他总是说他觉得有东西在他的床底下，一个鬼魂，一张没有眼睛的脸孔。哎，窗户，苍蝇会大声哭泣，注视着你。什么东西啊？他说这是哪一号 ?104A。他说亚历山大是住在哪里啊？干，太快了吧!Kimiko 也用太快了吧。不要说床底哦，我不怕，因为我没有床底，我把床板拿走了。我叫那个房东帮我把床板丢掉了。
梳妆台上有一条坠子，看起来价值匪浅，拿。108啊，我也没有床底啊，我超开心。哦，干，因为看起来很昂贵的家具，上面没有任何东西。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上面画着一位可爱的少女，用华丽的画框框的。一面布满灰尘的镜子。好啦，我要看床底咯。这该不会是刚刚那位病人的同伴的房间，那个说他害怕在他床底下的某个怪东西的人。好看。欸，有个洞欸。干，所以是隔壁在那边偷看他。这扇门被砖块堵住了。哦，这是108吗？我怀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睡在这里了。就这样吗？没东西可以探索了，回去了。Black of Anna， 108 A 就是这里啊，一堆砖块。看到剧作家的脸，隔离变法，他们会来找我的。这个游戏人都很会挖墙挖坑，我不要用这个当鼠标啦，谁要用这个当鼠标啦？被毛一次就够，为什么要毛那么久？逃不掉。对啊，那个 女的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就多一个这个而已，他没有眼睛。没有入了，好黑哦，这些员工都不怕吗？我好害怕，员工也太不怕了吧。你有什么线索可以给我的吗？没有。还有这个坠饰吗？我不知道这坠饰是什么。这具光泽的坠饰。那我给那个拐杖老人看看好了。他敲门害我好像打麦块的尸体僵尸。他走错边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找那个老那个拐杖老人看看。还你还你都还你。也不是呢。那我要怎么办？该我要找那个狂笑的那个人吗？我要去找那个笑笑的那个面斗篷男哦。问问这个好了。为什么对话都重来了？你看过这个面具吗？你看过这个照片吗？都不要欸。那我真的需要去找斗篷男了哦。挂在雕像上面，感觉这里怪怪的，这个帷幕。帷幕后面感觉会有东西。蜡烛十字架那个人不见了啊，他刚刚不是跑到我旁边笑吗？敲什么敲？隔壁一直在敲欸。照镜子。
没东西。我觉得我要去找那个，我要去保险柜后面的地方了，找那个笑笑人。OK，Let's、okay, go， 有你们帮我壮胆，我们走。是吗？我要这样子过去吗？我去找 Rip 小伙子喽。走走走！我要唱歌壮胆。我有一支枪，重来，不用它。走走走！Let's go！ 哎，这墙壁上是不是有东西？哦，这是大门。这个地方也太多砖块了吧？还在那边笑吗？还在这边笑哎、欸。啊，下面有东西。嗯。然后我能干嘛？把他头装回去吗？我把他头塞回去。数学公式，没得用欸，这边其实也没东西了，隔壁欸，这里欸，那我要走咯。后面也没有，这里有东西吗？那现在老头啦，这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项链说它是一个平凡无奇、老旧、失去光泽的项链。好面具，戴上他人不可能看到东西。C.C. 安呐。所以他要什么？空洞的眼窝。被他挡住我也过不去欸。卡了卡了。果然还是得到冬秋嘛。冬秋，冬秋，冬秋。而且
这是不是你切换地图，它这个地方的剧情就重置了？跟这些人讲话都一直重来、欸。好，我们再来这个地方看看。嗯，我又拿到钥匙了。我觉得刚刚那个坑道那边有炸，因为我进去之后也没有东西啊。身上又跑出一把，对啊，又跑出一把。干这个地板，最好这么隐秘啦，我无法出手。但我也没工具啊，最好是这么隐秘的东西啦，走过去才会闪哦。可是我没有工具啊，我要找工具哦。面具。面具不能撬，我这边没有撬锁的东西。我需要撬锁的东西。他没有眼睛，却不是瞎子。他会来找我们的。啊，好，找撬锁工具。这边没路，这个没有，这个也不能指望了。好，其他地方应该也都没有了。长凳的那个残骸可以用吗？应该是不行。你有没有撬锁工具啊？蓝库有没有撬锁工具啊？看起来就没有。这边嘞，也没有。没什么反应呢。这门也太小。好渴，我可以喝水吗？椅子也不能拿，不然我想拿椅子砸这个窗户。哦，有人呢！我拿到金属片，但是后面有人呢，一个男人用他的拳头用力的敲打玻璃，他的神情充满愤怒。我认为他应该看不到我，但我总觉得他好像知道我在这里，所以是这个诊断的人哦，是肉哦。你慢慢敲，别过，我走了。看，原来是有人哦，还有金属片，金属片应该可以敲那个地方吧。穿披风没穿上衣吗？有这么丢吗？这金属片不知道能不能撬，试试看，好像可以，还可以，开了。
有个东西，干，我觉得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干，哦，咬着眼球的乌鸦。他的鸟啄夹着一个东西，把啾，一只肮脏、严重破损的玻璃眼珠。啊，我去还那个人了。那个人不是独眼的吗？我可以去还那个人。走，我们去还他眼珠珠。我知道了，我知道现在干什么了。我是眼珠爷爷，我是眼珠爷爷。鬼太郎你在哪里啊？鬼太郎，爷爷来找你啦！还是装在面具上面？等一下，你看这样就变两颗了，大小眼。还要把它变成，把这粗暴小生变成眼珠爷爷，只要有心，人人都是眼珠爷爷。马夫变成眼珠爷爷，我不想换鼠标了，我不要换这个鼠标了。Kimiko 不要乱做，装在面具上就变小小兵了，眼睛太大了啦，没办法变小小兵了。啊，眼珠子要还他嘞，我们不能玩眼珠子。给你，我还以为他要现装一波。跟着他，这也太黑了吧！听到我的心声，马上变超亮。这一定就是红之草了。我之前听说过这种地方，这里的人们从东方坐船过来，为了鸦片而失去理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走进这样的场所。欸，所以是个毒窟之类的地方哦，所以这边鬼怪气氛应该会比较少吧。啊，我起码比较喜欢这种地方。干，谁说气氛会比较少的？还剩诡异啊。一个睡着的瘾君子，这是人吗？这个是人还是什么？一个眼神空洞的男人张着嘴巴，请问怎么了，夫人？我的夫丈夫他失去意识了，亲爱的，拜托快点醒过来！不要乱冲眼睛啊，等下爆掉！我是一位医生，请让我看看他。可是我只是心理医生啊，在那边骗。他的呼吸已经停止，没有心跳了。你的丈夫已经死掉了。不，这不是真的。夫人，我来迟了，这一次我无能为力。夫人，你还有我。在几个月前，我发现我的丈夫非常沉溺在这个他们称之为鸦片、令人咳症的药品。一开始当我看见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瘦时，我还以为他只是生病了。接下来我便发现他来到了这个地方。我非常的担心，我曾试着劝阻他，但他听不进去。他的成瘾比他的心智更强大。当他不在家的日子，我就会来这里，然后发现他昏迷不醒。唯一能叫醒他的方式就是把个嗅盐放在他鼻子上闻一闻。然而现在已经太迟了，拿去吧，把这个瓶子拿去吧，也许你可以及时救出另一个遭受诅咒的灵魂。对哦，这里有上校。一个瞳孔发白的女人看着屋顶，她在自言自语一些不知所谓的话。一个短发女子毫不担心地抽着烟，演奏者在烟雾弥漫的浓烟里重复的旋律，给人一种时间缓慢度过的感觉。这里的灯也太诡异了吧，这是什么灯啊？感觉好上吊感哦。
秀妍哦，我忘记了，她好像常常出现在一些影集里面，可是我有点忘记她是拿来干嘛的，驱魔吧。你好，我在找一个曾经来过这个地方的人，一个曾经在非洲南部打过仗的老兵，叫做 Skid。他正在一个板子上写东西，他写着听不见。哦，是这个人哦，这个人是听不见的人，我要跟他交流。老 Skid 上校上尉，不知道，看起来他并不知道上尉的名字。一名男子卷曲在毯子里，颤抖的好像他受了寒，这应该是吸食药物所产生的症状。一个男人躺在地板上，他的呼吸声沙哑，混杂着痰和其他液体，吸食鸦片已经造成他的肺部受损。这一对年轻的情侣似乎很享受这不良的嗜好。好，我要给他看照片。贵重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是贵重的东西？哦，贵重的东西，干！他要收贿啦！他要跟我收一个有值钱的东西，才要跟我给我线索，气死我了！好吧，走，我们去后面那扇门。贱人，妈的贱人，我要吓吓你。在哪里啊？桌上放着几支烟枪，有些不久前才被使用过。哦，躲在这里。一个中国屏风，干！屏风后面感觉就有东西。10K 的上位不会错的，虽然他昏迷不醒，但是还有声音，赶快让他稳。哦，干，呼吸声也太大声了吧 ！Hello， 这是在做什么？谁让你进来的？出去！我的名字叫维克，我需要跟你谈一谈。你是 10K 的上位吗？女王殿下的第六轻步兵。那个称号早已离我而去了，你是谁？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让我和我的痛苦静一静。你以前的一位部下告诉我有关你的事，不会又藏动了吧？我总觉得是欸，而且我觉得那个斗篷男会一直出现在我身边，好小，他等一下一定会又再出现。是的，我还记得他，我们一起服过役，我犯过许多错误，也尝试去忘掉我人生的那段时光。但现在，恐怕这些回忆要伴随我到坟墓去了。我在寻找 Alice 的情报。我知道一个姓丢的人，那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恶魔。你想要像他一样的人做什么？有些秘密最好让他永远只是秘密。有人失踪了。如果丢真的和你的病人的失踪有关联，那伙伴这件事已经超越我能所及的，你也是。现在离开这里吧。你有听过杰瑞米吗？达维特，等等，我没说要帮你。我找到了你的勋章，在保罗街26号的房子里。你曾去过那里，对吧？你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干嘛，但你无法想象你正在进入什么状况。我最后一次提醒你，离开，并且忘记这件事。哈哈，摩尼亚味，阿摩尼亚味是怎样？太夸张了吧！我会不断追寻我要的答案，直到我找到他，告诉我想知道的事。愚蠢的家伙，这次啊，看在恶魔的份上，我都告诉你吧。既然你想毁掉你的人生，那么欢迎。那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指挥部下令我们必须埋伏，而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了。有一个东西在屋里，一个不喜欢地盘被侵入的怪东西，就像钢哨一样，他杀了我的士兵，
你怎么认识狄先生的？我之前在农民医院，农民医院养病，一个医生也不清楚的疾病，那是灵魂上的疼痛。狄就是在那里联系到我的，他想知道我的故事，关于我在那战役遇到的事。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好奇你的故事吗？我当时还不清楚，但现在明白了。我的故事对于迪乌的活动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他骗了我，那就大错特错。我想进入那龙潭虎穴，我被求知的渴望燃烧。房子里的机器是什么东西？一部机器。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里只是 Alice 用来进行活动的众多基地之一，也是我唯一被允许知道的地方。迪乌先生当时在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吧？你听过剧作家吗？我听过。先说没听过好，我来听听点情报。干干干，冲啊回！如我所料，你毫不知情，迪乌并非独自一人，许多权贵跟他在一起，只是他位于在金字塔的顶端罢了。坐中间就是马粪亚历山大了。这个像素画质变得好好哦，这已经不是八拜特了。这是一个秘密进行的结社活动，他们奉行唯一一个至高无上的信条，看见无人所知晓的。阿奇以为死掉了。我曾经是其中一员，正是迪乌邀请我加入的。我们每月进行一次聚会，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你无法想象。自然法则的帘幕保护了我们的心智，使那东西是一个在一切定律之外的东西无法触及我。面纱里的迷雾保护了我们，所以面具会保护不会被那个东西抓，所以我这个面具应该是有用。但通过面纱，我们能窥视另一边的深渊，我们可以藉由看着那难以言喻的形状在翻腾，一个黑暗的虚无，充满着恐惧。我们永远无法跨越那道门槛。我们所看见一切都是被禁止的，看着我，被禁止的。我受够了，所以我逃走，我逃离他们，然后躲起来。我觉得他要被抓到了。无论是逃走或是遗忘，都已经太迟了。我得再回东丘见修女一面。哎，所以连那个女修女都有参与了哦。这灯也太可怕了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惨叫声。干！我觉得回头他已经错了。我就……哦哦，赖赖在那边盯。我不能继续下去，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我不管，我只希望我们能在一起。你知道这很难。哎，好可爱哦！你怎么这么早回来？敢抓奸在床？我一直都知道实情，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个舌头是怎样？你很清楚，你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安静，你毫无诚信可言。那个蛇的舌头好可爱，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到底为什么我给了你一切？你不会明白我。够了，天一亮你就离开了，我再也不想看到你。黎明的时候，我会在老旧的风车那等你，至少你还能试着挽回你曾经有的信誉。
当当，下台一鞠躬。莫名其妙。哎，怎么了？哎，昏过去了。我看不清楚外面。床上有一张毯子，撕下这毯子的一小块。怎么又昏过去了？这是旧家具的其中一部分，不久前才被移动过。干，又是洞。一盒火柴，没有门把，连钥匙孔都没有，变成密室逃脱了。我现在变密室逃脱系列了。干，不要跟我说要拿火柴去偷看这后面哦。干，蜡烛，这样也有蜡烛的啦，最好是这样子啦。干，看到一双脚啊。我们曾见过面，我看不到你，你在哪里？不认得我的声音了吗？不认得，很抱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一个出发点，第一个你要审视的地方。但你是谁？你在那里做什么？毕毕了，他们是老鼠会。记住，我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黑暗将会点亮你的道路，避开光芒，然后我会消失，而你终将独自一人。我不明白，告诉我你是谁。我熄灭了，所以他还在后面哦，听到呼吸声了。这是噩梦，让我睡一觉。逃出去了。其实洞都是工友挖的，哪来那么多工友？啊，他说那个，哦，有路了，把光线遮掉，就会出现道路。看这地盘有够烂的。哦，达维特，是你吗，达维特？好红哦，达维特。哈哈哈，张开什么手啦？哎，出现了第二个达维特。结果不是跳窗啊，我们都猜错了。只是把遮起来而已。让我踩一下血，是血迹。干！哦，好多达维特，干！就看到好多阿布高河一样。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么做？难道是为你在乎你的病人，还是因为你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亦或是这是为了你的自尊心？他还质疑我，因为这是你的职业道德，或许因为这是一件正确而该做的事。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哦、，fuck！ 不、达维特，没事了，我的朋友，你现在感觉到如何？这是那个心理医生的朋友，小心他要说血管。我觉得好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哪里？在我家，我正要去冬秋见你一面，结果发现你在一个小牢房里失去意识。你的衣服散发出鸦片的臭味，我把你带来这里，你已经离开一天又半的时间了。
我想我的知觉渐渐恢复了，我刚还在一家鸦片馆里，大概是吸了太多废烟之后昏过去的。二手烟，就叫你们不要乱吸二手烟。听着，我一定要告诉你，我的调查有大量的新发现。亚历山大的确被送进了东丘，但他在那里的资料全都消失了。我成功找到一个认识他的男人，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你一定不会相信的。而且那里还有个女人，是一位医院的病人，她完全丧失理智，还攻击我。那些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亚夫曼、卡夫曼、亚历山大跟达维特先生有什么样的关联？我想这位病人应该知道如何找到亚历山大，我们一定要回去问他，问个明白，无论代价是什么。他是不是要阻止我？恐怕这是不可能的。什么意思？口汉，女士已经不在东丘了，她总管逃了出去。老天爷！别担心我的朋友，我想我大概知道她躲在哪里。准备好，我们得马上离开了。应该结束了吧？这是亚历山大跟那个吧，那个女士当初的场景。这个头发一看我就知道是马芬他。噜噜，哦，两小无猜耶，哟，两个马芬啊！你看两个头发一样，这有两个马芬，他们要来了。他们正让他进入。如今那扇门已经开启，他们要来了。哎，这是开头的那个房间吗？用那个木板在那边锁窗户的那个房间，是哎。哦，门开了。有没有来到这间呐？其实整个城市都是马粪。这应该是那个吧，下一章将于第二章开始。对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们的二之一的。所以房间里的那个人是啊，房间里那个人就是那个女生啊，所以外面那两个不是马粪哦。外面那两个是心理医生跟那个卡夫曼，他们要去找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结果还是一堆乌鸦去抓他。好啦，康和，我一直忘记他的名字。结束了我们二之一，然后